啊，哎呀，我都不唱歌。来个南京的，不会唱。来个成都会不会？不会。那你换来个那个什么？我只在乎你。好吧。这个总该会了吧？好羞涩啊。希望你的这些粉丝不要掉哦。不会。哎，你看，加油！这看起来像全重金都在砍你哦。很正常，很好尴尬啊。哎，等会儿歌词儿。没有歌词。如果没有遇见你，我将会是在哪里？日子过得怎么样？人生是否要珍惜？哇哇，也许认识某一人，过着平凡的日子，不知道会不会也有爱情甜如蜜。时光匆匆流去，我只在乎你，心甘情愿感染你的气息。人生几何能够得到知己，失去生命的你两也不可惜。所以我求求你，好了，我不唱了。要上不去了是吧？挺羞涩的是吧？其实你有点紧张，像非常不错，非常优秀。我跟你讲，兄弟们都炸锅了。哇，找这个美女，怎么可以那么不公平？就是说长得不好看。哎，等会儿，这样啊，今天能认识是一种缘分。就如果你现在就是说从事这个行业，其实时间很多的。然后那个如果想要就是以后要做主播的话，你可以联系我。然后我们公司就在观音桥。有没有那个嘛？有没有美拍的？美盘歪歪都是歪歪，那个又这么多钱，我这个一个月挣好几万呢，对吧？这个挣好几万，加个微信吧，加个联系方式，到时候那个什么，说不定感谢佛爷啊，说不定你哪天回去，哎，那个还记得帅哥还记得我吗？哦，谁啊？哦，那个我穿红衣服的那个美女啊，那个哦，是这么回事啊，就立马想起来，对不对？而且你今天互动的这个视频，你也可以去看一下。嗯，马嘉丽，哎，我们俩是一家的，我也姓马，我叫马小冯。好巧，你叫马伊琍哦，马佳佳，哦，好巧啊，好巧的，咱们这一个居然是一家的，我的天哪！大水冲了我龙王庙，我一家人不是。我走了。嗯啊，合个影吧。来，等会儿，一家人呢，然后合个人，来合个影，来，不报。3000万重庆人。3000万，哎呦，哪那么紧张呢？对不对？三二一啊！祝你工作顺利。谢谢。Thank you， 对你今天多有打扰，再见。